One hundred common Chinese conversations. Lesson one. Where are you from? 你来自哪里？你好。你好。你是英国人吗？是的。你来自哪里？ 伦敦，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是。Listen to。Do you speak Chinese？你会说汉语吗？请问你是美国人吗？不是。你会说汉语吗？ 会，但是说的不太好。你在这里多久了？两年了。你做什么工作？我是学生。你呢？我是老师。Lesson three.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Jane，你叫什么名字？张丽，你汉语说得很好，谢谢。你知道现在几点吗？五点半。 几点？五点半。谢谢。不客气。Lesson four。Where is the subway station？地铁站在哪里？打扰一下，请问地铁站在哪里？在那边。 在哪儿？我没看见。街那边。哦，oh, 看见了，谢谢你。不客气。Lesson five。I'm hungry。我饿了。嗨，小华，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你怎么样？老样子。我们去哪儿呀？我饿了，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好啊。你想吃什么呢？什么都可以。那我们去吃中餐吧。 这儿附近有一家很不错的中餐馆行啊。Lesson six。Do you want something to drink？你想喝点什么吗？丽丽，你想吃点什么吗？我很饱，不想吃。那你想喝点什么吗？ 我想喝点咖啡。我这里没有咖啡，那我喝茶吧。给你，谢谢。Lesson Seven，That's too early，太早了。明明，我们明天一起去游泳吧。 好啊，明天什么时候呀？早上八点可以吗？不行，太早了。明天是周末，我想睡个懒觉。那就十一点。不行，太晚了，游不了多久就该吃午饭了。 那下午两点行吗？没问题。好，明天见。明天见。Lesson e i t Choosing a Time to Meet. 约时间见面。玲玲，我们今晚一起吃饭怎么样？ 我很想去，可是我今晚得加班。那明天晚上行吗？好啊，什么时间？八点可以吗？我觉得太晚了。那六点呢？可以。去哪儿呀？ 北京路上的韩国餐厅。好的，我喜欢那个地方。Lesson nin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你要做什么？h i 娜娜。Hi, <Nana> Hi。今天打算做什么？还没想好。 我们一起吃午饭吧。可以，什么时间？上午十一点吧。什么？我没听清，能再说一遍吗？我刚才说上午十一点。我那时很忙，能不能晚一点？可以。 十二点半怎么样？行，在哪里？福华饭店在哪儿呢？在江南大道上。好的，到时见。到时见。Lesson Ten Ordering Food。 点餐。你好，欢迎光临花园饭店，请问几位？一位。这边请，请坐。服务员马上过来。您好，您要点餐吗？是的。您想吃点什么呢？ 我想要一份炒饭和一碗蔬菜汤。喝的呢？你们都有什么？我们有茶、果汁，还有咖啡。我要茶。Lesson One。 Where are you from？你来自哪里？你好，你好，你是英国人吗？是的。你来自哪里？伦敦。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Listen to. Do you speak Chinese? 你会说汉语吗？请问你是美国人吗？不是。你会说汉语吗？会，但是说的不太好。 你在这里多久了？两年了。你做什么工作？我是学生。你呢？我是老师。Lesson three.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请问。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Jane。你叫什么名字？张丽。你汉语说得很好，谢谢。你知道现在几点吗？五点半。几点？ 五点半，谢谢，不客气。Lesson four，Where is the subway station？地铁站在哪里？打扰一下，请问地铁站在哪里？在那边。在哪儿？ 我没看见，街那边。哦，oh, 看见了，谢谢你。不客气。Lesson five，I'm hungry，我饿了。嗨，小华，最近怎么样？挺好的。 你怎么样？老样子。我们去哪儿呀？我饿了，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好啊。你想吃什么呢？什么都可以。那我们去吃中餐吧。 这儿附近有一家很不错的中餐馆行啊。Lesson six。Do you want something to drink？你想喝点什么吗？丽丽，你想吃点什么吗？我很饱，不想吃。那你想喝点什么吗？ 我想喝点咖啡。我这里没有咖啡，那我喝茶吧。给你，谢谢。Lesson Seven，That's too early。太早了。明明，我们明天一起去游泳吧。 好啊，明天什么时候呀？早上八点可以吗？不行，太早了。明天是周末，我想睡个懒觉。那就十一点。不行，太晚了，游不了多久就该吃午饭了。 那下午两点行吗？没问题。好，明天见。明天见。Lesson e i t choosing a time to meet. 约时间见面。玲玲，我们今晚一起吃饭怎么样？ 我很想去，可是我今晚得加班。那明天晚上行吗？好啊，什么时间？八点可以吗？我觉得太晚了。那六点呢？可以。去哪儿呀？ 北京路上的韩国餐厅。好的，我喜欢那个地方。Lesson nin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你要做什么？嗨 <Nana>，娜娜 <Hi>。嗨。今天打算做什么？还没想好。 我们一起吃午饭吧。可以，什么时间？上午十一点吧。什么？我没听清，能再说一遍吗？我刚才说上午十一点。我那时很忙，能不能晚一点？可以。 十二点半怎么样？行，在哪里？福华饭店在哪儿呢？在江南大道上。好的，到时见。到时见。Lesson Ten Ordering Food。 点餐。你好，欢迎光临花园饭店。请问几位？一位。这边请，请坐。服务员马上过来。您好，您要点餐吗？是的。您想吃点什么呢？ 我想要一份炒饭和一碗蔬菜汤。喝的呢？你们都有什么？我们有茶、果汁，还有咖啡。我要茶。Thanks for watching.